月4日晚，师从赵时英老师的李旭丹在微博中晒出了一组林青霞和王文俊老师的合照。李旭丹写道，当贾宝玉林青霞遇见林黛玉王文俊，心底却是旧时友。高颜值宝带下午茶，两位气质女神把我美晕了，岁月从不败美人。照片中李旭丹身穿紫色上衣，扎着马尾辫，非常漂亮。64岁的林青霞坐在中间，尽显气质。而当年饰演林黛玉的王文俊老师，如今已92岁高龄，气色依旧非常好。林黛玉、王文娟和贾宝玉、林青霞同框，画面非常美。王文俊老师与《红楼梦》有着很深的渊源，其当年在粤剧版《红楼梦》中所饰演的林黛玉堪称经典。据介绍，当年王文俊老师为了表现出林黛玉的神态，原本已经很瘦的他依然选择进行节食，每天只吃一点饼干进行充饥，而其对林黛玉的刻画简直是入木三分，将林黛玉的那种大喜大悲、绝望、伤心、痛苦等神态表现得非常好，让很多观众感动流泪。林青霞也演过《红楼梦》，1977年，林青霞在港版《金玉良缘·红楼梦》中饰演贾宝玉，距今也已41年了。当年的林青霞只有23岁，正值风华，其反串饰演的贾宝玉也赢得了一片喝彩。对于自己所演的贾宝玉，林青霞在《我也梦红楼》中曾经这样写道，如今回想起来，似乎跟《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仿佛前世曾是西伯陵河岸上三生石畔，被赤霞宫神瞇视着日以甘露灌溉的绛珠草，和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小无缘补天的大碗屎。当年邵氏电影公司决定开拍《红楼梦》，最初甄选林凤娇演薛宝钗，甄甄演贾宝玉，林青霞演林黛玉，但后来甄甄和林凤娇没谈成，改由张艾嘉演贾宝玉，米雪演薛宝钗，狄波拉演紫娟，林青霞还是演林黛玉。但1977年导演李翰想看到林青霞后，希望她与张艾嘉换一下角色来演贾宝玉，扮串一下男角，林青霞不负众望，饰演了一个经典的贾宝玉。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没有看过王文俊老师所饰演的林黛玉，也没看过林青霞饰演的贾宝玉，但每每当两人坐在一起时，贾宝玉和林黛玉仿佛又重逢了，一种满满的回忆。李旭丹出生于1989年，今年29岁，师承赵时英，而赵时英又师承王文娟，可以说李旭丹是王文娟老师的徒孙辈。李旭丹2007年参加《红楼梦》中人大新选秀活动，摘得林黛玉组冠军。2008年3月，李旭丹加入上海粤剧院红楼团，出演过许多场《红楼梦》片段，主要饰演林黛玉一角，颇受观众喜欢。此次王文俊老师与林青霞并非第一次见面，两人当年还一起拍过照。王文俊老师与林青霞当年同框合照，王文俊老师当年饰演是林黛玉，王文俊老师在《红楼梦》中饰演的林黛玉，林青霞《红楼梦》中饰演的贾宝玉。李旭丹微博截图，